啊，白药粮食，就是说一个天津口，你看打过来，这是一个天津口，打过来，这一来，你看一个天津口，就这个，也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啊，这样打过来，啊，这是天津口，还有一个后肩靠呢，一个这是个后肩靠，你看。打来以后呢，这样一下走，这是后肩靠，你看，从这儿上这儿来吃进来了，后肩，啊，所以说到这以后打前肩靠，在这一撩就后肩，啊，这是刀粮食。